你怎么会变这样子？刚刚被我们说好不打脸，人家说好不打脸，小哈哥直接从我脸上打下去，哎。不能打女生，说好不打脸，而且打女生哎。对啊，被女生哎。好准哦，好准！所以提告，最正确的，对，提告提告，证据哦。没有人那手比他大。我想说我还慢慢的，然后我就看他，我忘记，我忘记我被自己队友弄的。我的队友左右边花花，左边小哈。我忘记我手很黑的啦，你那个手套直接往我耳朵砸哎。小杰刚也一直在弄。对啊，一直弄他，弄。对啊，鲶鱼啊，小杰啊。那个谁，因为我偷打你啊。对啊，我偷打你屁股，你没有发现？太轻蔑了吧？打完就跑。鲶鱼至少敲他三次头吧？对啊，我还有敲到张立东啊。张立东也被拔头。不是你们要叫小阿突然移动到另外一边也太慢，他动不了。绅士的一群，啊，真的怕了。然后我变得很脏。他叫我带头的时候，我一转身小阿在那，我快笑了。根本没有什么移动距离，难怪你们那么轻松。然后我一直看到他好狼狈，小阿越来越脏。明明我们是鬼，然后你们一直揍我，他妈的，然后起来揍我。